我最近你会唔嚟添？我哋好朋友嚟噶嘛？关我咩事啊？同长久心有关嘅。系啊，早一日我同阿草饼同埋阿欣去探过佢，我哋仲睇咗你 send 佢嘅 email。系咩？其实封 email 真系好感人嘅，我仲好记得有几句系咁写嘅。虽然我同佢一齐嘅时间系好短，只系得年半嘅时间，但我永远都唔会忘记呢一年半。唔知啦，我睇到嗰度有种感觉，好似讲紧我自己咁。不过唯一唔同嘅系我同佢只系得八个月，冇年半咁耐添。其实结果都好唔同嘅，我同你仲可以做到好好嘅朋友，我同徐德森永远都做唔翻朋友。咁既然可以做得翻朋友，咁仲可唔可以陪我过生日，或者半嘅时候陪我出嚟饮嘢？再唔系，我想呻嘅时候可以出嚟俾我呻下。梗系可以啦。我今日生日。生日快乐。嗱，好啦，嘢就食完啦，有啲嘢我要俾你嘅。嗱，张支票咧，你收咗佢先。Daddy。你再系咁咧，我即刻埋单走人噶。唔系啊，常在心。我已经失恋啦，我唔想连我最好嘅朋友都冇埋啊！你快啲收翻张支票佢啦。听我讲埋先啦，我仲有嘢俾你噶，你睇埋先再讲啦吓。咩嚟噶？欠单咯，系都系唔系啦？我读俾你听啦，你听清楚啦。嗱，甲方常在心，暂借乙方得得地100,000元港币，作为搵新工期间的日常生活费用。利息及条件如下：嗱，一不得再对住电脑眼光光流眼泪；二勤奋读书，冇必要在2年之内完成法律学士课程，并必须以一级荣誉毕业；三记得定时送风白复诊，帮小 Q 换猫砂，老人与猫冇必要照顾妥当。而该100,000元之借贷，必须在甲方毕业成为红粉大律师之后本利清还。你唔好头耷耷啦，跟住呢段咧好重要噶，你听落一句咧，你自己蚀底噶咋？而甲方过期不还，乙方有权采取一切非常手段追讨啊，包括淋红油啦、塞锁匙窿啦、随街派街招啦、串通街啦，等等等等等等。而老人与猫之生命安全，亦不能作得到保证。嗱，口讲无凭，立此为据，你睇清楚啦，冇问题嘅话，唔该你下边嗰度签个名。我已经在上面咧吸咗唐记图章上去噶啦，再加埋你只龟咧，呢张欠单就正式生效噶啦。喂，你快啲签啦！签完之后，我仲攞去影印噶，到时你 keep 一份，我 keep 一份，嗱我份咧摆铺喺个夹万嗰度，有排搞噶，你快啲签啦，嚟啊，快啲，快签咗佢先。喂，我叫你画只龟啫，你唔使写到好似水蛇春咁长噶系嘛？甲方感激乙方，乙方将来如有任何困难，甲方必定赴汤蹈火，无条件帮忙，此承诺为一生一世，直至任何一方死亡为止。Alfred， 想问下，阿森啊，其实 Alfred 约我出嚟噶，系想叫我劝下你啊。想问下，我知道你好关心我，但我同佢真系完咗，你唔使再劝我啦。得地，我哋走啦。要即刻睇新闻女王，梗系要去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免费 download 啦。